小伙子，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先挺着急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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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胆儿突的呢，我有点害怕呀。哎呀，这家前后左右的保持好两米的距离。小甜甜，小伙儿，听法学的挺好啊，还会虚晃一枪呢，你还会啥呀？燕姐啊，不是，也不是我灭的。我那个我不喜欢小甜甜在说话，然后你就不要让她跟我说话了。你这个把姐姐说得很生气，你不让我说，我今天非得跟你说一个。小姐，你跟他对吧？我不想跟他说话。我身上都发麻，真的。发麻是吧？以后咱家备个老头乐。这个你自己留着吧，没人跟你一家，谢谢。你是不喜欢他说话甜甜的、腻腻的那种感觉是吗？对对对。那你喜欢说话啥样呢？我喜欢说话起了咔嚓脆。啊，起了咔嚓脆的。对，明白了，小甜甜，那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，是吧？